是明秀啊。我是有一点小兴奋，然后也是有一点紧张，因为呢，我其实还隔了蛮久没有拍片了。对，因为遇上新年，又遇上我生病，然后有一堆东西啦，所以就是时间 match 不上，然后我也没有那个时间去安排到拍摄，加上我其他工作的关系，所以就对。斯里马塞，我会从今天开始会持续的发片的 ，OK。你们是看到 caption 的啦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是要来测试看阿旺，如果看到我去打骨钉、打鼻环这种，他会怎么样？对，其实我很期待看到他的反应，因为他反应都很快。我就有上网买了一些，就是这个道具 for 这个假的骨钉。其实这个东西我是在抖音看到的啦，距离上一次弄它也是蛮久了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再弄它抖一次了。然后其实呢，我没有想要今天拍这部影片的，但是就因为我最近一直失眠嘛，然后我就今天就睡迟了。今天艾薇他们那边朋友又去吃早餐，也这样碰巧的，我就可以执行这一个测试。现在已经是下午了，然后他是早上十二点多出去的，我大概三点多才起来，然后他到现在还没有好。他们去的地方是有一点远啦，加上他还需要帮我买东西，因为他有出去买，所以就顺便叫他帮我买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粘上去我们的脸上。如果你们有看到我的 IG story， 你们就会知道我最近一直都是在失眠，而且脸就经常水肿。我都有在用这一款美容仪帮我去放松，然后消水肿。我今天用的这个面膜呢，是来自 Foreo 的 Make My Day Mask， 是给早上用的。这个 Foreo 呢，有属于自己的 APP， 可以根据你的面膜去选择所需的护理，然后去进行按摩。这个仪器厉害的地方就是只需要短短的90秒就可以做一个超级舒服的 SPA， 相当于就敷一个15到20分钟的面膜。在进行护理时，仪器就会显示红灯，红灯是热疗模式，你就会感觉到暖暖的热光，同时是带有震动的，整个人就会很放松，然后很舒服。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毛孔打开，然后让 serum 更渗透了进去我们的肌肤底层，加强我们肌肤吸收保养品的成分，然后生产胶原蛋白。同时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紧致，然后并修复我们的肌肤，减少我们的细纹。这个面膜仪有三种 LED 灯，它是可以手动设定的，所以我就开了蓝光去帮我杀菌消水肿，同时带有冷光的功能，可以紧致我们的肌肤，缩小我们的毛孔，抗痘，然后消水肿。至于绿灯呢，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提亮，然后均匀我们的肤色。在这些护理过程中呢，都带有震动模式，震动可以刺激我们肌肤的血液循环，更好的去吸收养分。它可以调成冷或热的温度，然后就当你在敷自己面膜的时候，就可以搭配这个面膜仪去加强吸收，就不需要特地把面膜放进冰箱。其实还蛮推荐你们去入手这一款 Foreo UFO 面膜仪的，因为其实是相等于你去外面做美容的价格而已，加上它是可以长期使用，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去投资去入手这一款美容仪，因为它是永久性使用的，而不是暂时性的。我会放它的链接在 description box， 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关于它的东西，就可以下去看哦。持续使用下来呢，我发现到我的肌肤变得比较保湿水润，皮肤变好了，自然需要用到的化妆品也减少了，超适合给那些喜欢淡妆或者是素颜的你们。好啦，好物分享完毕，所以呢，现在我就要回去准备我的道具，然后开始进行我们的计划。Let's go！ 我们现在就等他回来，然后再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阿旺刚刚有 message 来，因为我有问他大概几点回来，然后他就讲已经在外面绕了包，就是回来这了，差不多应该是一两分钟就到了，所以我们就先 stand by。小赤狗，然后我期待看到我这样的反应，就其实我也想象不到我自己如果真的去装这个东西。等阿旺回来啦。
讲好，坐那边。你要坐我的位，来这样坐我的位。来。我来亲自。我的黑杯呢？那是我的。剩最后两个罢了。打你？我打耳朵罢了，我多多有七个。我有耳朵，我有一二三四五个。我以前打埋这边。灭完了。我以前有打这边跟这边，然后埋一只长长的，这样放着。那个只能是喇喇。在录着呢。啊。所以是假的吧？所以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很痛，不要动！你这么久没有拍片，一拍就是拍这种，啊？所以你是在 prank 我啊？我是在测试你。测试个屁！人家在抖音看到了吗？哇！对了。你去年看，怎么你连壁纸？你啊，是知道拍这种东西啊？关掉那个红点嘛。不会按，真不行，真不会按啊。你这边啊。
哎呀，真的是。那个。观察。痛了。哇，小伟，痛耶！你快点睁开你的样子，快点。很娘，我要亲啊。幸好是假的，如果真的话，你想一下你老爸这样收拾你。这样如果我真的去打的话会怎样？不可以。这样真嘛？很真嘛？会很真吗？你觉得呢？我刚才录酱油，你觉得真不真？是非常成功的。啊，很成功啊！然后我肚子饿了，我要去吃晚餐了。哦，难怪不要陪我去。人家真的是失眠，然后要睡觉补眠，所以相隔那么久，终于又再去弄他了。然后记得按赞、分享还有订阅，别忘打开小铃铛，让你们第一次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啦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